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67面啊，667面第一行啊，经文，其三者。世间人民相因即生，寿命即活。不良之人身心不正，常怀邪恶，常念淫逸，烦满胸中，邪态外溢，废损家财，是为非法，所当求者而不肯为。又何交际聚会，心病相发，攻劫杀戮，强夺配械，归结妻子，极身作乐，重功增厌，患而苦之。如是之恶，著于人鬼，神明即止，自入三途。无量苦恼辗转其中，累劫难除，痛不可言。这一段呢，是五恶里头第三淫恶啊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，三淫淫恶，以及因淫恶而引起之贪嗔等恶啊，这个五恶
它都是有连带性的。每一种都能把其他的引发出来。所以这个恶业习气跟恶业的果报啊，非常可怕。学佛，这五种恶对我们身心伤害很大。那最大的伤害，就是让你不能成就智慧，不能得禅定，乃至于不能往生净土，那你就晓得这个严重性了。贪嗔痴慢疑，任何一种都能把你永远留在六道轮回，你出不去啊！前面我们学过了，杀杀生物、偷盗物，这个地方是邪淫物。世间人民在六道轮回里头的众生啊，人道啊，相因即生啊，念老这有注解，即者脱也，复也。此句指众生由于相互兼之业因而出生于世。佛在讲，经常讲呢，四种缘。我们到这个世界来，全是这四种缘。这四种缘有亲有疏。亲就变成一家人。实在讲不是别的，就是报恩报怨、讨债还债。你要跟这个世间人没有这四种缘，你不会到这个世界来。就是娑婆世界这范围很大很大了。现在我们知道黄念老告诉我们的，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有多大呢？以往我们都以为一个单位世界是一个太阳系，更早呢误会是单位世界就是地球。但是佛讲啊，地球是南瞻部洲啊，是一洲啊。以后渐渐扩大了，大概是太阳系。可是都还讲的有问题，因为佛在经上讲的，这一个单位世界有一个中心，这个中心呢叫做须弥山。日月都绕着须弥山的当中，绕着须弥山的当中啊，围绕着。我们也都没有深究这个问题，很难讲。那现在的天文学相当进步。对于太阳系、银河系可以说是相当清楚了。你看看，像这个古老的玛雅人，这中美洲啊，
啊，他们很早就发现这个宇宙啊，这些星球运行的轨道，计算的非常准确。啊，玛雅的天文，啊，令现在天文学家都佩服的不已。啊，你看他能够计算到2012，啊，11月20银河对齐，这推算出来的非常准确。那须弥山到底在哪里？从前我们以为须弥山是喜马拉雅山，地球上最高的山嘛。那现在晓得，地球是附属太阳的一颗行星，太阳是中心，地球是绕太阳转的，绕一圈是一年，365天。那太阳不是须弥山，不是中心点。那佛讲的，太阳、月亮是绕着须弥山转的。所以黄念老就告诉我，须弥山应该是银河系的中心。我们中国古人讲黄极，黄极呢就是银河系的中心。现在科学家告诉我，银河系的中心是黑洞，那这须弥山就是黑洞。能量非常之强。连光都被它吸收进去。这样大的引力，所以明年正好，银河的核心，太阳、地球排成一条直线。天文学上的名词叫银河对齐。这种现象，大概是20000多年有一次，这是循环，有一次，20000多年有一次。过去有过，不是没有。会不会跟地球带来灾难呢？许多人在讨论。连现在的科学家也把这个问题摆在台面上，公开来讨论。所以单位世界是银河系。佛给我们讲3000大千世界，用这个来计算呢，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区域有多大呢？10万亿个银河系。释迦牟尼佛他的教区，10万亿个银河系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影响是12000年呢。其他星球，这10万亿个银河系里头，要照佛经的话来说，只要是星球，都有众生在居住，众生的种类无量无边呐。因为从还原观上，我们就晓得，依报跟正报是离不开的。
啊，没有正报，哪来的业报？啊，这些现象的升起，现在科学也承认了。啊，科学家讲的能量，信息从能量来的。啊，能量能够生信息，信息能够生物质，信息就是意念。啊，佛法里面讲心想。啊，阿赖耶的业相，它能够变现出心想，心想能够变成物质现象。那么没有心想，哪来的物质？所以，所有的星球里头都有众生。啊，这个可能是因为空间维次不一样，我们看不见它。啊，它的维次比我们高，它能看到我们，我们看不到它。它维次跟我们相同，我们看到它，它能看到我们。啊，所以这些年来常常听说外星人，外星人的维次跟我们相同。啊，都是三维空间。啊，如果高维次的空间的时候，那就是佛家讲的，他们有神通。啊，有神通往来不需要交通工具。啊，天神有神通，鬼神也有神通。啊，我们。佛门里面常常做这些法会，请神，里头有很多鬼神。那鬼神无论在地球什么地方，你这里祭祀也恭恭敬敬的，他就会来。啊，他们有界限。啊，这一桩事情，有一本书，有同学介绍给我看过。叫《西藏生死书》，那讲的境界并不高，啊，也是一个喇嘛死了，啊，死了以后变成幽魂，啊，他们晓得，啊，这山川墙壁他都能穿过，一点障碍都没有，啊，你哪个地方招请，他能去。他感应到脚，啊，这种感应的原理，我们在还原观上明白了。啊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。我们心里想鬼神，鬼神就来。啊，想祖宗，祖宗正回来。啊，用真诚心、恭敬心祈请，他真来。啊，来接受超度。来接受供养啊，所以这些我们肉眼看不见的，它存在呀。啊，依附在树木，它就变成树神；依附在花草，它就变成花神、草神；啊，依附在山河大地。它就变成山神，啊，变现成土地都这一类的，啊，通通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，啊，我们看到天空当中每颗星星，夜晚看那都是恒星，都是太阳自己放光的，啊，太阳里头有没有众生？有，我的太热了，是的。它没有那种高热的时候，它不能生存。啊，不像我们，我们到那不能生存，它在那里可以生存。
那个温度对他非常合适。啊，有些星球完全是寒冰，啊，那里的也有众生。所以，通通都是四种缘啊，叫四缘生法了。啊，清净缘，那是阿赖耶里头的种子。啊，这个我们知道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，不管你是哪一道的众生。啊，用现在话说，不管你是哪一种空间维次的众生，啊，阿赖也是一样的，里面含藏无量的种子啊，说欲缘就起现行了。啊，那所缘缘，就是我们所讲的了，这经常讲的了。报恩报怨讨债还债，这是所缘缘呐。啊，无间缘这个念头没消除，它还在。啊，他没有把这个念头断掉。那么缘因遇到的时候，他就来收拾了。啊，亲的缘亲，啊，就是关系非常密切。就变成一家人。缘要是疏的时候，啊，就不是一家人，啊，亲戚朋友，一切众生，你到马路上遇到人，人家给你点个头，不认识，啊，对你笑一笑，点个头，那都是缘的，啊，大概一生就这么一次。啊，有人看的不顺眼的时候瞪你一眼，也就是一刹那。啊，这通通是缘的。啊，没有缘，所以说对面不相逢啊。啊，可是对面见一面，那都是缘。啊，我们到这个地球上来，看到地球上的人，哪个没有缘？都有缘。啊，有的一生确实只有一面之缘。啊，这一面有印象，有的毫无印象。啊，与一切山河大地、树木花草、一切众生同时有缘呐。啊，乃至于我们在电视上看的这些现象，还是有缘。啊，所以佛法它不说因生，因为因是大家都有的，是平等的。阿赖耶识里面有佛的种子，有菩萨的种子，有极乐世界的种子，有华藏世界的种子，有十法界的种子，它样样都有，一点都不缺。啊，遇到缘，它就起现行。所以佛经常讲缘生，它不讲因。因遇不到缘，不会现行。啊，因遇到缘，这就现行了，现象就现前了，这果就现前了。啊，因缘果，后头还有报。啊，因缘果报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时候，相因即生呐。啊，这个事情可以说他做设法界的人民，设法界。最上面的四圣法界，
啊，四圣世间的。下面呢是六凡世间，凡圣全是世间。啊，超越十法界了，才真正就离开世间了，到一真法界了。一真法界有没有世跟间呢？没有了，世是世间，三十年叫一世，所以中国世是三个世，三十年一世。一真法界世间没有了，空间也没有了。啊，那个间是空间，或者讲世界，界也是讲空间。啊，一真法界里头，时间跟空间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叫一真呐。啊，那是什么人住的？佛所住的。啊，一真法界全是佛。啊，这个佛里头有究竟圆满的佛，有没有得到究竟圆满？那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晓得，无始无明习气没断干净。啊，但是他确实无明破了，啊，破无明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啊，诸位要晓得，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就决定不会有分别之处，啊，为什么？分别是从起心动念变现出来的，执着是从分别里头生出来的。啊，一切虚妄的根源就是起心动念。啊，有自信清净心不懂啊。慧能大师讲得很好啊，何其自信本无动摇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的那是自信的。啊，所以也称之为自性本定。啊，成佛呢，就是恢复到自性本定。啊，虽然恢复到自性本定了，它还有习气。啊，这个习气是无始劫来的烦恼，啊，自然形成的习气，习气也没法自断，只有让时间。时间长了，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佛告诉我们，多长时间呢？要三个阿僧祇劫，习气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一真法界里头有四十一个阶级，这四十一个阶级，说实老实话，不能说有，也不能说无。啊，你要是得有吧，你痕迹找不到，它平等的，你决定看不出来。你说它没有吧，确确实实习气后部不一样，但是习气不爱死。啊，习气真断尽了，一真法界没有了，因为一真法界有相啊，相没有了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相不见了，回归到自性，这大圆满的，回归自性叫妙觉。啊，等觉还不行，等觉还有最后的那一品无明的习气。啊，那一品习气断了，它就成妙觉。啊，所以这些我们不能不懂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了解这些了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
你就懂得什么叫修行。佛法里头常说，烦恼轻，智慧长，这是修行的指标啊。修什么？烦恼一年比一年轻，智慧一年比一年长，有进步了。烦恼一个月比一个月轻，智慧一个月比一个月长，嚯，这功夫了不起了。啊，可以说不是凡人了，月月不一样啊！啊，这样人能不能见性呢？肯定，要看他的根性，根性立定，三五年就大彻大悟了；根性钝的，也许要十年，也许要20年，他肯定大彻大悟。这叫真修行，这叫真功夫。84000法门，84000种不同的方法，啊，不同的手段，方向目标完全相同，啊，就是断烦恼，长智慧，啊，所以，我们如果细心去观察，去读诵所有宗教经典，你就晓得佛经跟所有宗教经不一样。啊，只有佛经里面叫你断烦恼生智慧。啊，佛经里头没有强调神，啊，没有说这有个宇宙之间有个主宰。大乘佛法的宇宙之间的主宰不是别人，是自己。啊，你的意念在主宰着一切。连外面山河大地都受你意念的影响，你的念头善，没有一样不善；你念头要是恶的话，没有一样不恶。境随心转，啊，这些是真理呀，是大道理呀。我们讲的啊，这最近写的这一章，诸位都看到的啊，这对修行有帮助，这就是修行啊。啊，我们现在这一瓶经里头就是讲的。五恶，杀盗淫妄酒，一切恶业。啊，恶因呢是贪嗔痴慢疑，不善的情绪呢是怨恨恼怒烦，这个东西我们要把它。要减轻的，要放下了啊！为什么？对于个人来讲，不利于我们的身心啊。怨恨恼怒烦，怨
伤脾胃。啊，你会得这个病呢。另外，思虑过度也伤脾胃。啊，那个跟那个怨恨是差不多的意思。啊，恨伤心。过度的喜悦也伤心。啊，恐怖、惊吓、烦恼伤身。啊，发脾气、怒火伤肝，大家都知道的。啊，忧愁伤肺。悲恼伤肺，那由此可知，怨恨恼怒烦对我们的身体五脏六腑伤害很大了。如果这个东西都没有，您的身体里面健康啊，不会出毛病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东西，自己要不能把它化解掉，啊，把它控制住，脏腑失调就是病，啊，我们自身病。对外面感应的是天地的变异，啊，这什么样灾难都出来。啊，贪心应对的水灾，嗔恚应对的是火灾，火山爆发，地球温度上升。啊，现在气候反常啊，啊，大寒大热出现了，这在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现象。啊，愚痴是风灾，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傲慢是地震，啊，怀疑就更可怕。啊，怀疑所感的，大地松散，落地会沉到海底，高山呢会崩塌下来。啊，所以这都是我们不善的思想行为感得的这些灾变，啊，决定不是自然。我常说，自然是最美好的。佛菩萨随顺自然，啊，还原观头一条，那是佛菩萨的德行。随缘妙用啊，随缘就是随顺自然啊，妙用就是不执着。在随缘当中学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妙用啊。随缘里面你起心动念，你分别执着啊，你还想控制，还想占有，那就错了，全部错了啊！啊，如果有这种错误念头起来了，一定要想到佛所说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。啊，《般若经》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我们妄念就解散了，化解了。
啊，这个叫什么？观照功夫。啊，紧要关头，观照功夫能提得起来，马上就化解了。啊，所以一切法通有相互的关系。啊，绝对找不到一法是独立的，没有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确实像一个网络一样。啊，没有一法，与我是没有关系的，是没有关联的，不可能。所以，我们起心动念，遍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众生统统知道。啊，我们身体有法身来，把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就播化出去了，连物质的身体，物质也有频率，它也发出去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的健康状况，人家也都知道，哪有不知道的？五脏六腑都发出去了，啊，有健康的信息，有带着病毒的信息，不全发出去了，他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啊，发出去了，接收的人都接收到了，反复接收到了，他不知道。为什么他那个机器不灵了？是接收到了，接收他没有反应，就这么个意思。啊，我们这个机器现在也不灵了，为什么呢？十方世界他也发生，我们也都收到了，我们有收到佛的信息，啊，有收到天道、鬼神道、求信息都收到了，这收到了不知道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自己妄想分别执着，把我们这个机器能量障碍住了。啊，变成这个机器虽收到了不灵了。啊，如果我们烦恼习气消除了，这些习气很灵光啊。十方信息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通通知道。啊，这就叫神通，所以神通一点都不稀奇。啊，神通在佛法讲是我们的本能。啊，本来有的，没有失掉。现在这是暂时故障，啊，这机器暂时故障，修好了之后就恢复了。啊，一点都不奇怪呀！菩萨有，天神有，我们也有啊！啊，如果我们真正能得清净心，就恢复一部分了。啊，清净心怎样？见思烦恼断了，心才清净。啊，见思烦恼是这样。尘沙烦恼是妄想，虽然它不是染污，它扰乱，啊，所以见思烦恼断了，阿罗汉、辟支佛，他的神通能力超过28层天呢，啊，天人不能跟他比。啊，尘沙烦恼断了，菩萨、阿罗汉、辟支佛比不上啊！啊，真正放下起心动念成佛了，你的神通道力圆满恢复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，放下就是了。我们的麻烦事情就是放不下，知道放下好，就是放不下了。麻烦在这里啊！啊，所以学佛学什么？过去张家大师
常常跟我说，就是学看破放下。那看破帮助你放下，放下又帮助你看破，就这两个方法，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真的是妙绝了。我们看破，但是不能放下，那就只停止在这里，就不动了。看破要帮助放下了，它就步步高升，它起作用。放下帮助看破。像爬楼梯一样，一阶一阶的，它就上。它就能爬到顶层呢，顶层是妙绝。所以我们常常劝导同学，从哪里放弃？从自私自利放弃。从愿亲平等放弃，它很重要啊。如何把我们不喜欢的人、讨厌的人，把这个情绪放下？我们很喜欢的人、很爱的人，常常挂怀着，这也要放下。冤放不下，冤冤相报；亲情放不下，你往生不了。临命终时，你还挂念着亲情，阿弥陀佛，忘记掉了。你不能往生啊！要常常想到啊，真如自性里头没有一物啊。慧能说本来无一物，这句话重要。自性清净心里本来无一物。变法界虚空界里头本来无一物。我们现在眼看这些物都在呀。前面我们学过了四个字，非常有味道。不断之无，很有味道啊！是无，但是它不断。就像我们这个电视教学一样，确实是无。你看，在这个放映机里面，一秒钟，一秒钟24张啊，它停留在荧幕的时间是24/1秒。他就没有了，但第二张又出来了，第三张又接出来了，就不断之物，非常有味道啊！那现在我们晓得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个频率多快呢？一秒钟不是24张啊，一秒钟啊，是1600兆啊！不断之物这是一个什么？真正把事实真相掌握住了。原来整个宇宙一切万法是不断之物。所以你别想控制它，你可以享受它。就像看电视一样，你可以享受它。你不能控制它，你不能占有它。你要是控制占有错了，它根本没有，它根本不存在。所有一切是幻象，绝对没有一个是真实的。
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，对我们放下大有帮助。啊，了解事实这个事实真相呢，什么天灾人祸，你完全不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不断之物啊。啊，体会到不断之物很有趣啊。生活在不断之物那是很幸福啊。啊，佛菩萨的生活。这种生活的时候，在大乘佛法里啊，正常的生活。啊，我们在这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不正常啊。啊，正常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。这正常。啊，我们对这些道理这事实真相不能不明了。啊，明了之后你就晓得没有一样放不下。啊，通通放下了。啊，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真叫随缘妙用啊，游戏神通啊。啊，对自己是不断向上提升，不断放下。这对自己，对别人，为他实现，一个好榜样，做给别人看。啊，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，做给一切众生看。啊，这一切众生。包括天神，包括鬼神，包括十法界众生。我们凡夫肉眼看不到，佛看到。啊，高维次空间众生能看到释迦牟尼佛在那里表演。没有不得理。十法界众生啊，正是念老在此地所说的，一切众生，我们先说这地球上一切众生，相互间的业因，就是过去是有这个缘分。啊，有恩有怨，还有债务上的关系。啊，出生于世啊，会俗曰：世界安立了，丹阳不成，但以独阴不育啊。夫妇相因相成啊，又父子相因。君臣相子，凡天地之间呢，无独立矣。故云：相因即生。这话讲得好啊！盖指众生皆有共业与别业，因彼此有共同的业报，乃于同一时期、同一世界而出生。啊，我们跟先前所有众生，我们出现在这个地球上，在这一段时间里，啊，无论是中国外国，我们有共业，没有共业，怎么会碰到一起？啊，在这个共业当中。非常之难得，我们觉悟了，
遇到佛法了，明白了。啊，那我们就有责任，有这个义务，啊，也不要执着责任义务啊这个念头。佛经上讲的一句话好，法尔如是，自自然然的，我们帮助他们。啊，把我们所学到的贡献给大家，希望大家都觉悟。啊，希望大家呢都能把错误纠正过来。啊，这个里面最大的错误，就是我们轻慢了古人，对于古圣先贤的认为那是过去的，古圣先贤是落伍的，古圣先贤是封建的，是迷信的。啊，错了。啊，这两天有个同修送我一篇光碟，啊，日本的一个企业家，稻盛和夫，啊，我用了大概3个小时把它看完了，我很受感动。啊，这个企业家从创业到今天，他经营3个公司，50多年，非常成功。啊，遭受多少这些风暴，他没有受到干扰。啊，业绩年年上升。啊，人家问他你是怎么经营的，他说他经营的理念智慧是从中国2000年前3000年前老祖宗教训里面学到的。啊，他说出来了跟现代这个外国这个经济的理念呢完全相悖。啊，外国这个经营的理念，第一个，啊，是为自己，啊，赚钱是为自己，啊，为公司的股东，这摆在第一位。啊，对于员工，那就像机器一样，如何廉价，尽量的发挥使用它的能量。啊，利益是老板独占的。啊，而稻盛和夫不是的，他把员工摆在第一。啊，因为公司的成就经营是员工大家努力得来的，把员工福利摆在第一。把顾客摆在第一，为顾客服务的，啊，公司的利益是摆在第三，啊，结果怎么样？就公司利益的时候，年年往上升，啊，员工把公司看作是自己家的事业，我家的事业。对公司有信心，啊，公司真照顾他。稻盛这个观念，给诸位说，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家的观念。啊，家道，
家规、家学、家业这一套东西他学去了。我一看，全是家的观念了。这些年来，我也是常常想到这个事情。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社会长治久安，国运鼎盛康隆，从哪里来的？家贡献出来的，每一个家都好啊，家把人都教好了。所以中国古代呀，是属于360行，哪一行人最欢喜啊？做官的，都喜欢做官。做官在所有行业里排名第一，为什么？做官你看，他有身份，有地位，待遇也不错，可以养家糊口，没有事情干了，没有案子办。这社会上人人是好人，事事好事，你不必管呢、所以皇帝叫垂拱而治，天下太平呐、人民安乐幸福啊，那是得力于家的贡献，那我们血统的家、血缘的家不可能再恢复了。所以在十几二十年前我就常常想到，我就想到了企业家，常常企业家嘛，企业能够把我们中国古时候传统那个家的精神恢复下来，企业的老板就是大家长，今天这个稻盛和夫就是大家长啊，带着他的员工啊，真的一家人。充分的用那个爱字，所以他的秘诀告诉大家，他这四个字，敬天爱人。天人，天理良心呢，人要本着天理良心呢，要爱一切众生呐！你的事业是为员工啊，让他们有生活好的生活，让他们能够有发展。为社会就是为顾客，为大众服务啊！真是全心全力，用良心为大众服务，他做成。几十年什么样风暴与他不相干呢？他若无其事，生意老老实实规规矩矩，绝不做投机的生意，脚踏实地。看看他这个片子，你会有启发。他了不起的地方。就是孔子的精神，性而好古。述而不足。做得那么顺利。他今年要80岁了。他把这一套传给大家。他说我老了。晚年问他怎么，我晚年退休啊，安享晚年。像现在还在工作，现在是日航董事长。把日航拯救出来了。就说明。我们一个人跟变法界、虚空界都有密切的关系。中国老祖宗告诉我们：无论
人生到这个世界，离不开无伦。无伦是什么呢？人与人的关系，啊，父子关系、夫妇关系、君臣关系、长幼关系、朋友关系。啊，所以中国古人常说：“人无伦外之人。”啊，没有人能够超过五伦之外。啊，佛法这个伦理范围大了，变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跟我们有密切关系。这敬天爱人说的一点都不错。啊，中国古圣先贤没有不敬天的，啊，天就是什么大自然的法则，你要尊敬他。为什么？信德，自信化而如是啊！啊，你要尊重他，你要效法他，啊，顺天应人。这古时候的帝王啊，随顺天理呀，啊，顺应百姓呢，这个国家才长治久安。关系搞清楚了，我们要想到如何去尽义务。学佛不能把这个事情忘掉，我们学佛提升自己，自然就教化众生。啊，众生就得利益了，这是我们应尽的义务啊！啊，自行跟化他是一体，不是分成两个部分，不是的。自行就是化他，化他就是自行，是一不是二啊，你才会过得很快乐，就法喜充满了，长生欢喜心啊，不是两桩事情，一桩事情。自他不二，啊，肯定承认，一点都不怀疑。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一体，一个清净自性清净圆明体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明了，天地之间没有独立的，都是相互的。啊，确实这里头有共业有别业，这是佛家常讲的，每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啊。啊，不相同的是别业。啊，如何叫我们好的别业？能够转化成众生的共业，这是大乘佛法了。啊，这下面是，由于彼此个别续业之缘，或成眷属，或为仇敌。
重生于世啊，以偿续因啊，故云相因即生。啊，这些都是慧疏里说的。报恩的成为眷属啊，父慈子孝啊，这是报恩来的。或为仇敌，仇敌要到自己家里来就麻烦大了啊，他是你的儿孙，他长大了不孝顺，一定搞得你家破人亡啊，那是什么？我们中国人叫败家子。败家子是什么原因呢？过去是仇敌，他到你家来了，啊，相传慈禧太后就是清王朝的仇敌啊，清的国运衰了，他来了啊，他嫁到这个宫廷，把这个国家灭掉了。来报仇的嘛，仇是报了，自己有没有得到好处？没有，自己堕地狱了。因为报仇啊，伤害很多无辜的人呐、啊，这个责任、罪孽。要自己去承受啊！啊，所以报怨报仇，这后头讲啊，如果是引发到战争，那你又造了地狱业了。大错特错了，怨能不能报？不能报。啊，过去他杀你，你怀恨在心，永远不忘。你今天杀他，他能把这个怨恨放下吗？如果他跟你一样怀恨在心，来世不是又报吗？这样生生世世报来报去，两败俱伤。如果伤及无辜，那你就得到地狱受罪去了。你什么时候能出头啊？啊，佛都不能救你。啊，慈禧最大的过失是疏忽了中国传统文化。啊，它的结果是让现代中国人受苦受难呢、啊，都是因为他兴起的啊，不尊重传统啊，也就是敬天爱人，他没有啊啊，自称为老佛爷，把佛法贬低了。
佛是大神，佛是究竟圆满的教育，佛法之衰，衰到今天这个样子，源头，慈禧不能不负责任。今天中国人对传统文化这样的陌生，不如外国人了。这个责任慈禧不能不承担啊！就这两条罪，他在地狱里头就出不来了。这是什么？断人法身慧命。在佛法里头，最重的罪业，莫过于是杀人生命最轻，断人慧命最重。寿命几何？这也是我们要常常想到的。百年短暂，无常迅速啊！人命在呼吸间转瞬即逝啊！这是我们学佛的同学，每个人都要警惕。我们在这个世间能活多久呢？不要以为很年轻，寿命还很长，假的。我在年轻的时候，没有接触到佛法，我对这个有很高度的警觉。年轻的时候看报纸，每天都看新闻了，看报纸。我对新闻不太重视，我跟别人不一样。报纸拿来，我第一个看什么呢？看副文，今天哪些人走了？报纸上看的副文，所以很多人觉得奇怪。我怎么来看这个东西？我看的死的是有老的，有少的。男女老少通用三四十岁走了，二三十岁就走了。我看这个有警觉心呢，这慢慢我也变成也走哪一天会轮到我？谁也不敢讲同学、同事、好朋友，有跟我同年的，有大我几岁的，也有小我几岁的，现在都不在了。1977年，我第一次到香港来讲解。每一堂就是每一天讲2个小时。法缘不错啊，听众都坐满了，很多法师都在听经啊。现在都不在了，只剩下几个了。人生苦短呐。真是无常迅速，人命在呼吸之间，转瞬即逝。这几句话就是印光大师
天天把死字摆在额头上。老法师晚年闭关，我到他官房里面去看过。官房里面的小佛堂很简单，就一张方桌，供一尊阿弥陀佛，第一尊佛像，一个香炉，一杯水，一副蜡台，旁边一个银磬，一个小木鱼，墙壁后面挂了一个字，他老人家自己写的死字，天天面对着死。这很能不放下吗？这是老人示现给我们看的，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。但世人颠倒，不舍苦空无常啊，但求幻妄之路，如恶扑火，自焚其身啊。这是老法师教导我们。疏忽了，这个世界确实佛这四个字讲得非常真实，这个世间是苦是空是无常无常是刹那生灭，我们读过弥勒菩萨为我们的开始，这个事件的真相，一秒钟有1600兆的生命，这是无常。念念不可得了，是空啊！古大德所讲的不断之空，因为他念头一个接个接个，念念都是空的，不断之空他用的字是无，无跟空是一个意思，真的是无所有，不可得。这个里头，他究竟教我们什么呢？教我们这些苦空无常全是假的，假的就应该彻底放下。抓住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就是本经所说的核心，阿弥陀佛。一切无常，阿弥陀佛真常；一切苦空，阿弥陀佛不空。什么重要呢？阿弥陀佛重要。应该是，所以说
二六十周，啊，也就是一天24个小时，念念都要抓住阿弥陀佛，你就超越苦空无常了。啊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常。啊，那个地方是乐，那个地方是有，那个地方是真常。如果不知道事实真相，还迷恋在这个世间里头，啊，但求幻妄之乐，这个世间之乐不是真的，这个世间之乐是苦啊，是以苦作乐，这叫迷惑，这叫颠倒。啊，为什么？这个世间确确实实是幻妄，幻妄两个字，就是不断之物，完全看错了啊！像我们看电影，在荧幕上那个现象，那是幻妄。啊，我们今天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，要知道啊，跟电影那个道理是一样啊，完全相同啊。啊，速度太快了！啊，电影的放映，1秒钟24个生灭。啊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我们现前这个境界，1秒钟是1600兆的生灭，不断之物。我们不了解真相，还在里面起贪心，啊，起心动念还想控制，还想占有，啊，还想把它保住，全是错用了心啊！啊，底下这个比喻说，如恶扑火，自焚其身。啊，这是我们常见的。啊，乡下点油灯，这现象天天可以看见。抗战期间，我们念书，啊，学校里没有电灯。晚上上自修，点油灯，啊，每一个人点一盏油灯，是一根灯草，啊，灯光真的如豆啊，啊，没有蜡烛那么亮啊，蜡烛的光比那个强。啊，一个教室里头，30多个同学在上自修，30多盏灯，你就看到小飞虫，啊，看到光，它就接近，都被烧死。是以不良之人，身心不正。常怀邪恶，常念淫意。
这段经文是讲邪淫之物，不良之人没有智慧，没有德行的啊！但现在这个现象很普遍，为什么？没人教他，在我的记忆当中，在跟日本抗战之前，农村里头还有私塾，学校城市里头没有了，城市里头已经现代化了，没有这个伦理课程了。我自己所经历的，小时候在私塾里头有，私塾最早改成这个学校，民国初年，还有一门修身课本，这个里头讲还薄一点伦理道德，修身。好像修身没有几年吧，大概是3年的样子，就改做公民。这个课本就名称就改做公民。公民过了几年就改成社会，就慢慢改的时候，这伦理的全都没有了，都不叫这些了。所以我弟弟小我6岁，他就完全没有接受到这个教育了。我念小学的时候，念小学6年，改过3次了。到5、6年级，公民都没有了，所以没有人教，家里面也不教，社会上也不讲，没人再讲了，学校都学不到了，这就是世尊在这个经上所讲的，先人无知，不设道德，无有愚者。所以造这些恶事，我们不能再怪他。我们相信人心本善。没有人教吗？里面有这些烦恼习气，外面有这些不良的诱惑，所以自自然然堕落了。我们是因为学佛，佛经里面这些讲的很多，我们所学的是在经典上学到的，从读经回过头来再看看中国儒家的书，传统这些学书，才知道圣贤教育之可贵。圣贤教育带给我们身心健康，家庭幸福，
社会和谐，啊，国家富强啊，它真能带给我们了。啊，它稳定的成长。很少忧患，只要你能守得住，邪横邪不正，卧呢卧足不善啊，这是念老给我们破字啊，邪是什么意思？卧是什么意思？会所云。邪为邪曲，恶为罪恶，啊，淫逸者，啊，这个下面注音，啊，逸淫逸，啊，同下面这个字也念逸，荡也，啊，荡是什么意思呢？荡是淫也。放也，啊，淫荡啊，啊，贪色，啊，贪色不以礼教也，啊，这个礼。就是婚礼啊，不应该啊，没有这种婚姻关系，有这种交往啊，都叫邪淫啊。有淫者，那是恶之一啊，这是佛家所说的。因为枷锁啊，缚众生故啊；因为罪缘呢，生诸恶故。一切众生皆因淫欲而入生死，故云：生死根本，欲为第一。啊，这是佛经上讲淫欲的故。啊，佛家戒律，戒律讲的很多，但是杀跟淫都摆在第一。啊，在家戒律是把杀生摆在第一，出家的戒律是把淫欲摆在第一。很有道理啊！啊，经上用比喻来说，淫是个枷锁，枷锁是刑具啊，啊，能缚众生，啊，众生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什么原因呢？就这个。众生因淫欲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，根是他。啊，历代，我们看这个历史，末代的皇帝，为什么把国家丢掉了？最后落得真是啊。国破家亡，啊，生命保不住啊，都被杀了。你细心去看他的因，因是第一，都是因为这个亡国的，
啊，所以佛把它列为根本大戒。啊，根本大戒是四个：杀盗淫妄。啊，淫是罪源，一切罪的根源，生诸恶故。这个恶是苦难呐，灾难呐。啊，一切灾难是从他而生的，所以佛讲，一切众生皆因淫欲而入生死，就是生死轮回。啊，故云生死根本，欲为第一。啊，淫欲断了，轮回就断了。啊，你真正能超越三界，如下淫诸经论，皆被淫淫欲之患。啊，下面念老引用经论。啊，全是佛在经上说的。啊，论是祖师们全说的。沙弥略译，在家无戒，为之邪淫；出家十戒是全断淫欲。啊，沙弥写，今天能把沙弥律仪做好，就是真善知识。啊，这是偶益大师给我们做出的榜样。啊，偶益大师，明朝末年人，他出生在明朝，圆寂的时候在清朝。啊，我们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，啊，九祖，八祖是莲池大师，啊，这两个人在净宗祖师里头特别令人尊敬，什么原因？那个时候净宗衰啊，衰到低谷啊，没有这两个人可能净宗就灭了。啊，他们两个人把净土宗复兴起来，再带起来。啊，这是了不起的两位尊者。啊，沙弥律仪是为在家，他讲的在家无戒，啊，为之邪淫，啊，直禁止邪淫。但是出家十戒，沙弥是出家的，啊，十条戒律全断淫欲。若干犯世间一切男女，悉名破戒。啊，戒律，戒律没有了，佛法就没有了，礼也没有了，儒家就没有了，因果没有了，道家就没有了。啊，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呐。今天儒释道都衰了，也可以说摔到低谷了。啊，谁能够发心把儒释道再兴旺起来，那是大德了。这个人是大圣大贤的，是佛菩萨再来。
不是这样的人，他做不到啊。欧耶大师为我们做实验，他对于戒律下了很大的功夫。所以当年在世，人家也称他为律师。研究戒律。民国初年，弘一大师是研究戒律，深入律藏。欧耶大师告诉我们，中国从南宋以后没有比丘了。为什么？比丘戒律就讲得很清楚，最少要有5个比丘传戒，你才能得戒。圆满的是3、4、7正，10个比丘传戒，你才能得戒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欧耶大师那个时代，5个比丘找不到啊。你怎么能得戒？真正学戒律，大师给我们提供一个方法，沾察轮相。你自己依靠地藏菩萨，认真修行持戒，用沾察轮相祈求地藏菩萨实现，你有没有得戒？对，只有这个方法，别的方法没有。所以他自己受了比丘戒之后，立刻就退戒。三坛大戒受了，退比丘戒。自己一生菩萨戒沙弥，说明他沙弥十戒24门为一，他做到了，这了不起。说明比丘不容易啊！菩萨要发菩提心呢，那就说明发菩提心比持比丘戒容易。他给我们做了个榜样。那他的学生陈实法师这是欧耶大师的传人，欧耶大师所有的著作都是他负责编辑，把它印出来流通。这陈实因为老师是菩萨戒沙弥，他就不敢说沙弥。他自己称是菩萨戒，出家又菩萨。这个名称名副其实说明沙弥十戒做不到啊。这在什么时候？清朝初年清朝刚开国那个时候顺治年间
我们要求啊，但是弘一大师告诉我们，要受戒，在学戒啊，知道受戒，不要以为自己就得戒了，自称为比丘，大妄语。那我们今天自称为沙弥都不敢讲，为什么呢？沙弥也没做到。啊，没有做到，要用这个名称就是妄语，就是骗人。啊，所以弘一大师也自称出家又不是，说明什么？五戒他做到了。啊，但是五戒里面不邪淫，因为他出家，淫就是断淫。啊，这个五戒他做到了。啊，发菩提心，修学大乘，菩萨又不是。啊，他加一个出家，出家又不是。那么自经而后啊，我想我们都应该是诚实大师的身份。弘一大师的身份，那我们没有办法超越他们，能够做到他们的成就，也就是大德了。啊，名师决定要相符，啊，名师不符就是妄语。啊，乃至下面说，乃至世人，隐喻，这是隐喻，杀身亡家，这个事情，历史上的例子很多，不胜枚举。啊，出家为僧。这个僧这个词要搞清楚，僧是团体，叫僧团，啊，多少人在一起共修能成为僧团呢？四个人以上，啊，四个人以上在一起修行。要修六合敬啊！如果四个人以上在一起不修六合敬，不能叫僧团。僧团是以六合敬为标准。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僧团出现，全世界的人都有福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。啊，现在在这个世界，你就找一个僧团找不到啊，两个人住在一起都吵架，都意见不合，这真的。我有一年，那时候住在台北，有个老居士赵默林老居士，啊，跟我们李老师是同学，都是印光大师的学生，
啊，修得很不错了。有一天，他请我吃饭，就我一个人。啊，在台北功德林餐厅吃饭时候，他问我：“哎，他说净空法师，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请你吃饭？”我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神通。”他说：“我有个问题要请教你。”我说：“不敢当，老前辈呀。”我说：“什么问题？”无逆罪呀，堕阿鼻地狱。前面四种不容易犯，最后那一种呢很容易犯。最后什么？破惑惑身。但是现在造这种罪业的人很多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我听到这个事，我说我们欢欢喜喜吃饭，就不必提这个了。他说：“为什么？”我说：“活活僧团，你想想看，你见到没有？”他一想的时候，又笑起来了。根本就没有活活僧团呢，你破什么活活僧呢？两个出家人住在一起，都闹意见，都吵架。啊，我说我从学佛以来没有看到一个活活僧团。他一想，哎，不错，正确了。没有啊，找不到啊。啊，这个道场人再多，真的是一个人一个心，没有两个人同心。你到哪里去找四个人同心？啊，那四个人怎么同心呢？放下分别执着就同心了。啊，他只要有分别执着，个人个个不一样啊。所以，活活僧团太难见到了。我们只有努力向往这个目标，真能不能做到？不能。啊，但是真正有四个人以上修六合金的。功德可不得了，真能拯救世界。那什么，舍己为人，不能舍己就不能活。啊，活活是彻底把自己名闻利养放下，把自私自利放下，你才能做到。只要有自私自利，只要有名闻利养那个念头，有贪嗔痴，做不到，绝对做不到。好，我们今天时间到了，就学到此地。